这集，我觉得状况不是特别好，他也是打得很好，状况。我觉得往前吧，就是我往前控制没有特别好，他掌握的机会比较多吧，所以很多给他很多的进攻机会。鞋子整个松掉了，我要求要重绑，然后他又一直不给我，我就说那我用商品可以，然后他又说不行，我就说为什么不行啊？然后他就叫我重绑，那我就说我这样没办法，他就鞋子快掉下来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他们都自由行政比较多嘛，然后很多规定其实规定就在那边，然后他们都没有去遵守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，那个日本小将每一球都去擦汗。然后球那个裁判也没说什么，可是我这场一去擦汗，他多很多限制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其实这次规定其实是 OK 的，那为什么会有去做？那我要找裁判长，他要不给走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规定有规定跟没规定其实是好像差不多，就是最后还是裁判自由行政，所以我才会去跟他做一些沟通吧。